Heidi， 当你睇紧呢条片嘅时候咧，我谂过多几日咧就应该系我嘅三十岁生日啦。唉，终于到咗呢一日啦，简直系发梦都谂唔到自己原来已经三十岁啦，我已经名正言顺做咗一个姨姨啦。系啦，咁咧今日咧想拍呢条片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二十岁同三十岁究竟在我自己身上，我会觉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不同，跟住有什么的心路历程啊，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 topic 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啦。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我觉得二十岁至三十岁这一个十年呢，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同埋是改变到人生都几多的一个十年来的。你想想啦，由啱啱读完书或者差不多读完书啦，跟住出来社会做嘢，做一个新丁，慢慢做多几年，磨多几年，去到最后就好像我这样是一个社会的旧人啦。这样这十年里面呢，我自己就觉得有些事呢一定要在二十岁或者二十岁头的时候呢就要去做的啦。去到我现在二十尾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太迟噶啦。例如系啲乜嘢咧？第一样嘢咧就系饮酒。其实我要同大家坦白咧，就系我系非常之中意饮酒嘅人嚟嘅。最高峰嘅时期咧，我系一个礼拜饮三四次酒，仲要唔系饮一杯半杯。系啦，我都算系一个饮得嘅女仔嚟嘅。当你二十岁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你应该系要出嚟见下呢个世界啦。你要去感受一下做一个后生的女仔出去喝酒的时候是几好玩的，我觉得。咁当然啦，我不是叫你出到去喝到烂醉啦，我是好憎好憎啲女仔，亦都睇唔起啲女仔喺出面喝到一劈嘢瞓咗喺度嘅。我觉得大家成年人啦，你去到二十岁的时候，你都应该有自制、自律同自理的能力啦。咁其实你喝酒的时候，大家一班朋友喝得好开心啊 ，party 嗰啲咧，我觉得。就算你是几咁健康、几咁中意做嘢嘅人咧，都要去一两次感受一下呢个一大班人好青春、好热血、好开心咁样去玩一下嘅呢样嘢咧，就真系二十岁嘅时候咧要去体会一下噶啦。点解会咁样讲呢？我以前咧系好唔信一个道理嘅，嗰啲讲二十五岁系一个界线，对女仔嚟讲二十五岁会走下坡呢样嘢咧，我从来都唔信嘅，直至到二十六岁嗰年。有一次我喝完酒之后，又是其实没有特别喝得多，也都没有醉过的。但是呢，当我睡醒呢，我第一次感受到宿醉这回事。那种喝完酒呢有些头痛啦，个人很呕啦，全日集中不到精神这件事呢，我真真正正地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去到二十尾那些年纪呢真的不行的了。我现在都是会喝酒，但是呢平时呢真的可能会嗌杯红酒，跟住坐低同啲朋友倾下偈，食下饭，好chill，搵个靓靓嘅地方，咁样一杯红酒可能饮个零两个钟，咁样都已经觉得好开心噶啦。同以前嗰啲咧攞条命出嚟同人哋饮嗰种感觉咧系两回事嚟嘅。第二，要去一啲好热血嘅旅行，嗯。当你二十岁二十头的时候，你啱啱可以搵到钱，又可以解除了父母的束缚，你的心里面简直是有这个冲向世界、奔向宇宙的一个心态在那里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我现在就要去看看我的世界是怎样。好记得呢，我二十三岁那年跟一个女仔 friend 去巴黎，我们去四日而已，跟住呢凌晨机朝早六点几在巴黎落机，放低个行李之后，全日是没有搭过任何地铁，我们用脚，那一日我还是穿着高踭鞋，跟住行匀晒罗浮宫啦、铁塔啦、海船门啦、唔知乜嘢教堂啦，系行出嚟噶。我哋系行到夜晚十点几啦，朝早六点到夜晚十点，跟住去食饭啦。我哋两个系攰到咧，喺巴黎嘅一间餐厅咧趴喺度瞓着咗，直至到个 waiter 咧系拍醒我哋咧去食嗰个甜品啦。我真的觉得这一件事是可一不可再，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来的。那种你青春活力在巴黎铁塔跳起的张相呢，你去到我这个二十九岁、三十岁的年纪呢，真的真的小鹿和大笨象的分别来的。现在跳起呢是很沉重的，你知不知道？因为呢，其实我去过巴黎都三四次啦，去到最后一次是跟我现在男朋友去呢，我们两个是
好晏起身啦，跟住去附近行下之后又翻酒店坐下啦，跟住之后去一间咖啡嗰度嗌杯咖啡又坐下啦，跟住望下条河咁样，跟住又再 hea 下啦，咁样就一日噶啦。所以咧呢啲咁爆肝啦、咁癫丧嘅旅行咧，你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咧，一定要同朋友去做，特别系你第时成家立室有小朋友之后咧，你呢一世都唔使再有呢样嘢噶啦。所以呢样嘢系好重要、好重要嘅。第三，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其实几值得反思嘅。我嘅人生咧就唔系太多后悔嘅事嘅啫，但系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如果俾我倒退翻十年嘅话咧，我会有少少改善嘅，就系、是。你要对爹哋妈咪好啲，因为咧你啱啱二十零岁咧，你会觉得自己系成人，你变成咗一个成年人啦，唔再系爹哋妈咪个小朋友咧，你就会好多时咧都会同朋友出街食饭啊、玩啊、去旅行啊，你就会忽略咗咧你嘅爹哋妈咪嘅呢一样嘢咧，我谂其实都系唔少人嘅通病嚟嘅。如果你而家已经25、26岁嘅话咧，你就要好好咁样补偿，因为咧其实爹哋妈咪咧已经开始老啦。你喺20岁嘅时候咧，你唔觉噶，嗰阵时我仲觉得我老豆阿妈咧系好后生啦，好 energetic。跟住佢哋好烦啦，跟住成日管住晒啦，夜啲翻屋企又打俾我啦咁样。但系当我去到27、28岁啦，个人开始大啦，去嘅地方开始多啦，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去咗咁多地方，但系我冇带过佢哋去啲乜嘢嘅地方嘅。咁你就会开始发觉自己系不孝啦，你就会开始补救啦。例如会多啲带佢哋去旅行啦，睇下呢个世界啦，跟住之后多啲翻屋企食饭啦。你同朋友食完啲好好味嘅嘢嘅时候咧，就要。会带翻爹哋妈咪咧，再过去食啦。去到30岁呢个年纪咧，你就会开始好担心佢哋。由以前咧，爹哋妈咪担心你出去玩啦，到我而家咧系好担心我爹哋妈咪噶。喺而家拍片嘅呢一刻咧，我爹哋妈咪系跟咗我咯旅行团啦，去咗韩国釜山啦。跟住之后咧，我系紧张大师咯。佢哋起飞嗰一日啦，我去 send message 问佢哋：，你哋到咗机场未啊？佢哋唔复我咯。好似而家系我系阿妈，佢哋系仔女咁样咯，我几嬲啊！我觉得佢哋冇交代咯，呢一个真系，我真系觉得10年前、8年前我系唔会理噶咯。你哋去旅行快啲去啦，唔好阻住我玩啦，屋企冇人啦，我日日都出去玩啦。以前系会咁样谂咯，而家个心态系星期一至日我有几忙都好啦，都会抽一两日咧系会同佢哋食饭啦，跟住同佢哋讲下嘢啦，咁跟住每一年咧都会同佢哋去一次旅行啦，系去佢哋一啲未去过而佢哋又会想去嘅地方嘅。其实咧系好闷噶，同爹哋妈咪去旅行。我真的很诚实告诉大家知咧，带爹哋妈咪去旅行咧，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啦，又冇得行街啦，跟住佢哋啲饮食习惯咧又劲奇怪啦，带佢哋去外国咧，佢哋要食唐餐、食中餐，唔肯食西餐啦。但系当你带过佢哋去几次旅行咧，你就会发现呢一切系值得噶。有阵时佢哋睇电视咧，见到啲旅游特辑咧，跟住播嘅嘢咧，佢哋会同翻我讲：，哎呀呢度你带过我哋去啊，哎呀嗰度我去过啦，嗰度有啲乜乜乜噶嘛。咁你就会有一个成就感啦，同埋你就会觉得爹哋妈咪养到自己咁大，我冇乜嘢可以俾到佢哋，但系我起码可以令到佢哋某程度上有翻一样开心嘅感觉咧，其实系好值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经历紧20岁头咧，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去花啲时间去 balance 一下对爹哋妈咪嘅时间，可以多少少。咁你去到我呢个年纪咧，就唔会有咁多嘅后悔。第四，喺适当嘅时候咧，系要增值一下自己，学下嘢嘅。20岁至25岁嘅时间咧，其实个人咧个 energy 仲系好足够啦，跟住你嘅专注力咧都仲系有嘅。去到27、8、9岁咧，你就会发现自己咧朝九晚六去翻工啦，夜晚仲要去搵嘢学嘅时候咧，系真系专心唔到噶，会瞌眼瞓得好犀利啦，跟住个人啦记忆力会比较差啦，跟住你个专注力会越嚟越差啦，跟住你听完啲嘢咧呢边入咧呢边系出晒噶，系冇嘢留低喺个脑嗰度噶。我唔知道系我蠢啦，我自己个资质问题定点样啦。总之咧，其实你喺20岁头咧，你去搵一少少技能去学下咧，你对第时咧你自己个 career path 啦，你对自己个内涵修养咧都有非常之大嘅帮助嘅。我唔系话要学一
啲好勁嘅嘢，即係你唔需要話去讀個 master 或者你冇 degree 特登去讀個 degree 嘅，可能你會揾到一樣你有興趣嘅語言去學啦，跟住之後你會有啲幾支長啦，其實好簡單。如果你中意做蛋糕，你咪學下整蛋糕啊。你中意插花，你都可以學下插花。你唔會知道呢一樣嘢對於第時嘅你會有啲乜嘢幫助嘅。咁但係咧，你學咗多一樣嘢咧，其實你個人嘅修養咧都會提升咗嘅。而第五點咧，就係、是、無論你係20歲又好，25歲又好，30歲都好啦，你個心境咧係要保持開朗啦，同埋後生嘅。系啦，你系唔可以咧妄自菲薄，觉得自己老咧，或者 set 咗个框框俾自己咧，30岁前一定要做啲乜嘢，30岁如果做唔到咧，我就系一个 loser。你系唔可以咁样谂嘅，你一定要成个人咧 keep 住系一个有活力啦，跟住有冲劲啦，跟住开朗、正面、乐观嘅性格咧。其实你无论去到真实年龄系啲乜嘢都好咧，人哋系唔觉嘅。你要揾到自己个定位啦，揾到自己个 style 啦，跟住之后配合翻自己个性格。其实就很容易可以做到一个很 unique 的自己出来，不需要人家30岁的时候是这样，我30岁的时候都要是这样的。你要活出一个自己的30岁，你要做出一个自己的人生出来的。好了，那我今天就讲了少少这个20岁和30岁中间的一个少少心路历程啦，少少 comment 啦，希望咧你哋会中意呢一类型嘅分享啦。如果你中意条片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啊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2条新片噶。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